看一下这款九瓶花胚切割机啊，先看一下它的具体外形。这款啊，咱们采用的是304的实心不锈钢的光轴，大功率高转速电机，切割片为直径100的，厚度为0.4的九瓶切割片。这款可高低调节360度的旋转啊，底板是一款可以旋转的，带旋转的啊，看一下。下面这个底板厚度为5毫米的铝板，咱们采用的是这种轴承箱，电机架为不锈钢的，3毫米厚的不锈钢的，高低都可以调啊，旋转，锁死。这款咱们送你们有开孔器一个，水管一根，扳手一套，电源一个，外加一个护目镜啊。电源的插口开关在这个部位啊，防护罩，万向的低水管。